我们星期天到王府井大街去，那个时候吃羊肉串，你知道那个王府井大街那个羊肉串烤的味道相当好，对吧？啊，不过就是价格贵了一点，去看一下吃不起回来了，哈哈就在那个访民春晚那边，就在访民春晚那边，还有一句是，中央必须这个向上百万因上访被诬陷判刑劳教的上访人，平反昭雪。上访是一个伟大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正在进行的是捍卫国家宪法和恣意践踏国家宪法的战争，是捍卫人权、争取人权和恣意践踏人权，所进行的战争，是腐败和反腐败的战，进行的腐败和反腐败的一场战争。腐败，上访的伟大意义，非常、非常、非、非常、非常好，非常大，是不是啊？希望大家能够充分认识到这个伟大意义。